你好达尔文，适者生存。电视机前观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辽宁卫视为您送上的你好达尔文，我是张鹏，大家好。我是大张，大家好。当然了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从第一现场过来，我们从男孩队和女生队当中挑选了各自五名身体非常强壮的队员。我们在这六关当中，不光考验的是他们的体力，也考验他们的智力。在人类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到底是男生厉害一些还是女生厉害一些呢？我们在今天会告诉你答案。好，有请我们的男生队、女生队。男孩包括我们的女生，到底他们的口号是什么？你们怎么给自己加油打气？首先是我们的女孩子们，你们的口号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，女人能撑半边天。跟你们讲，能撑大半边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男孩队口号。男孩子好孩子，健康好孩子，耶、yeah!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对上了，请你们的队长出列。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女孩说？来，男孩。女孩子，你一定会输的。来，我们这边放狠话。虽然呢，我们的女孩子在体力上不如你们男生，但是呢，我们在气势上一定不会输过你们的，你们一定会输。哎呦，有那种感觉在了。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，这六关我们要比的是什么。哎，那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六关是什么。第一关大家要经历的就是我们鲤鱼跳龙门，之后呢是我们壁虎墙，然后来到我们云中漫步，是经过了攀山越岭，来到了快乐滚滚筒，之后是我们的幸运球。在六关当中呢，我们的男生你们要80秒钟之内完成，我们的女孩要100秒的时间。如果说在前三关你们不小心掉落在地的话，要从起点重新开始。如果第四关、第五关掉落的时候，从第四关的起点开始。听明白了吗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边呢？有。第一位要出场的是谁？队长出列。想问一下我们女孩子Lady first 了，你选黄颜色还是选蓝色？谁先出发了？看看，蓝色，那你就是黄颜色了，好吧？来，一二三，黄色先出发。好，我们这位男生，你有信心吗？有。好的，80秒钟的时间，准备开始。第一关，鲤鱼跳龙门。跳得好，壁虎墙非常的敏捷。我们看到了右手在扶着墙，左手却伸出了兰花指。好，云中漫步，注意你的重心。来，我们男孩子再喊一下你们的口号，来，一二三，男孩子女孩训掉了，来，赶紧赶紧加油了，来，翻山越岭，我们男生其实在整个冲关的过程当中，在体力方面是优势，他们在力量方面也是优势。可是如果你冲得太急了，就有可能粗心大意掉下来。赶紧从我们的第四关起点开始，鞋都冲掉了啊！你现在已经耽误到时间了，只有15秒钟翻山越岭，你体力好、速度好、力量好，不见得能完成。八，好，加油！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二，哎，到我身边，到我身边，快快快快！哎，刚才怎么样？觉得累吗？累，挺累的。你要这叫什么？累傻小子。这当然太紧张了，就过去了。刚才在冲过，我觉得前几关的时候冲的还是挺不错的。男生在这里的优势是什么？是有力量、有速度，但是你们太马虎也不行，觉得自己能过去，一下冲过去反而失败了。